行动在巴塞罗那这一城市新项目吸引并留住来自世界各地充满创造力和革新力的创业者们，为他们来巴塞罗那追寻梦想打开了一扇大门，同时也成功地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支持。行动在巴塞罗那是一个创举，因为它已不再强调传统的对本土合作的吸引，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对各地人力资本的吸引。它的目的旨在引进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研究学者。行动在巴塞罗那用英语提供四个方面的资源和服务。创业板块，为创业者在公司的起步和发展上提供支持或帮助找寻办公地点。工作板块，我们为求职者在职业方向定位上给出意见，并提供其在巴塞罗那的工作机会和资源。研究板块，为国际学者提供研究导向和科学研究机遇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服务。学习板块，提供巴塞罗那地区英语授课的研究生课程的相关信息。另外，在所有创业者初到巴塞罗那期间，我们都会陪同并提供如何在巴塞罗那安顿和生活的各种实用信息。行动在巴塞罗那项目由巴塞罗那市政府经济促进局活力巴塞罗那主办，该项目得到了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会和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支持。